Surprise！ 你为什么没有事先通知就来我家？怎么会三个门口来？嗯，当虾米啦，查甫人啊，有诈死我啦！你打算生男还是生女啊？男女婚结到来就去查甫，吵架时的专利。我没有要离婚，是因为 Grace 在这边三十年了，成家了。我是本族兄，最为你搞电话 ，Astro 黄西仔 ，Astro Go， 为你老爹卖鸡公的。